是的，又是某个机器人，又是这么震撼的开局啊！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赵云和墨子的图片不会动，可以看到很多的吕布非常的皮，想提出让对面针对我的要求。然后孙三香也是来了句：“没错，没错，打死他。”最后赵云蹦了一句：“小猴的是主播，求针对。”此时此刻，徐妹我的心已经凉了半截了，因为压的这群假粉丝。王俊凯，那是一样才是，是你怎么是这个假粉丝？针对我是吧？来。我让你们针对，找机会打到推进暗器了。走位躲开工具，开护盾，一技能甩，二技能中龙剑。哎，厉害，还会闪现。等一波 CD， 不着急。哟，开大，看我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甩，嘣，带走。小鲁大爷在此，五皇 CD 马上好。我的，开来了。很好，很 nice。这波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你们惹不起的爸爸。五皇三个人我要为怎么样，盯着头开，死命的走， nice， 适得其所。然后队友这波完美的配合，直接团灭对方下路。来，强势推进，机甲就要有机甲的气势。疯子来了，这货比较狠啊，先撤退。完了，香香要被抓了，一技能控制保护下他。该死，哎，赵云，漂亮，双重控制， nice，一个大招，完美双杀！妈蛋，又是这个暗器了！哦，吕布弄死他妈丫的！漂亮，可以，很给力啊！叫不骗我！哈哈，小暗器了，小卤蛋，都给我去死！舒服！嘿嘿嘿，其实我们这个机甲阵容真的非常的完美，法师、射手、打野、辅助、上单全都有，而且还是非常非常强势的英雄啊！一不注意又拿了波双杀。抱歉，是我太凶残了，没有做好辅助的本分。而这时我们的队友的态度已经完全转变了。毛哥六啊，毛哥威武，嘿嘿嘿嘿，低调低调低调，这都是常规操作。最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五个机甲集体回城的场面，那是相当的壮观的。站好，走你。不过貌似只有我和仙仙有回城动作，你们看看，就这强势，感觉能与之抗衡的，也只有 KPL 限定和荣耀典藏的队伍了吧？荣耀典藏还在凑。下期有机会的话，先给大家看看五个 KPL 限定的队伍。如果你有想学什么英雄，或者想看什么英雄的技巧的话，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